2018年4月16日，陈情令开机。2023年4月16日，纪念陈情令开机5周年，可爱的男孩们相聚在那个夏天。当时的他们寂寂无名，开拍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部剧以后能不能播出，但他们仍然非常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。他们用真情实感为我们演绎了那年盛夏的炙热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记住了那个夏天，也记住了蓝湛与魏婴，记住了肖战、王一博。时光飞逝，5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他们从默默无闻蜕变成今日的顶流。开机之前，哥哥弟弟手拿3炷香，拜了万物天地，拜了明镜高堂，更是拜了4海8荒。这虔诚的焚香必是感动了神灵，于是将他们此生写入传奇，让他们彼此心心相惜，注定要纠缠一生，彼此牵挂。度过了这漫长的4个月，真的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。我相信每部剧的播出，其实后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付出。我希望大家到时候看到阿令的时候，可以记得这些幕后付出的工作人员。蓝二公子，蓝二公子，今天总是蓝二公子，他这么闷，哪有这么多话呀？希望阿令能够顺利播出，一定要锁定陈情令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阿令。